福。期待被你抛得有多高，信任你的怀抱，在我怀里翻成红炫耀。
为哦哦哦，怎么还在这突然玩弄？谁穿什么衣服，刘海什么角度，演你爱的那种，要是他们跟你撒娇，听你耍酷。哦，我没有那么糊涂，要是别开始变，开不的手别踩那些，要被接送就被点，开不的时间只是有限。Oh my goodness， 大风筝怎么不许开个线？ I don't really like the way it's talking to me。感冒啦啦！虽然你刚从那个马来西亚过完年回来，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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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们很开心，超开心的，超级开心，因为很久没回家了。对啊，所以你看回到家之后，那你有吃胖吗？应该没有吧？看你没有啊，是没有啦。你刚刚来到竹北，你看呢？就是大家先来，先把那个雨衣跟外套穿起来，好不好？尽量不要，如果带雨伞的话，如果你真要撑，你就低一点好了，你就闭气了。没事没事，好，因为呢，我知道艾薇呢前一阵子他出了一首歌，待会回来我们让大家听。我刚才后台我就跟艾薇讲说，我真的很爱挑战你的歌，谢谢。但是你就是很反骨，越出越难的歌是怎么样呢？没有，其实大家都可以唱得到，或者其实唱 KTV 的时候也可以降 key 来唱。对，我们就是不要降了，我们就想要 follow 你原 key 啊，对不对？但是你之前有来过竹北这地方吗？其实来过新竹好几次，但今天特别开心，因为今天是我第一场正式开工，哦，第一场表演，对对对，给艾薇尖叫声，他的正式开工，给我们竹北。而且他们马来西亚，你们是不是元宵节有那个用那个面换啦换啦换啦那个叫什么？对对，捞生，对，那叫捞生，对不对？对对对，就他们有一盘东西在桌上，然后拿筷子在那换啦换啦换啦，那是什么时候用？过年吗？还是？对，过年期间都可以捞。哦，那你在马来西亚有在换啦换啦吗？有，我捞了好像有三次吧，捞了三次哦。好啦，所以等一下呢，那个我们已经知道他们马来西亚的习俗，待会。竹北大家，我们回来到现场之后，我们要给艾薇尖叫声，因为她就要来唱那首我唱不好的歌，五个步骤那一首，你们知道吧？知道对不对？这一首歌举国皆知咯，所以等一下20秒的时间回来。而且你就是你现在还有在 one take 吗？不同的 one take 吗？其实每一个舞台都算 one take 啊。对，因为对，你不可以就再来一次吗？哦，对对对，好啦，所以呢，7秒钟之后，尖叫声进到我们的现场了，准备好了，竹北的朋友，尖叫声，耶！艾薇好，还有所有的哇，那个撕心裂肺，我喜欢这样的尖叫声，因为我们透过中视精彩台正在转播，还有我们线上很多在转播，对不对？艾薇刚刚唱了甘蔗拜拜，把渣男踢掉，我们2023年兔年来了，我们悲伤有好几个步骤，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听完不要悲伤，对，不会悲伤，唱完就会豁然开朗了，这样子。所以你们帮远远来介绍一下艾薇接下来这一首有五个步骤的歌叫做什么？哎，有哎，那交给你咯，谢谢。好，交给艾薇，悲伤的五个步骤送给大家。
做错了什么？走在第一次牵手那个路口，橙红的日落催促着我，什么时候才要醒来也是一个人过。再说如今止步了记忆的脆弱，也当留下下句点的段落，下一个关口我能否等一次收获。再说之后就已冰出的哀愁，总会趁时间的墙上剥落，下一次感动我能否再一次为爱奔走。Yeah!
祝大家新年快乐，兔年行大运，再见！耶，谢谢爱薇姐姐。我发现我海报没有拍完，那赶快的，谁想要啊？谁想要最后两张我们爱薇的海报？拿到就会换啦！小心，小心，小心！哇塞，你可以投球，謝謝，拜拜，新年快乐！我都跟我妈问我说。